哇，又忙满载了，这都是 uncle， 全部都是 uncle， 还是阿姨，阿姨。哎，打开要够了，地下室的话会软掉。我在地下室，建议在地下室的椅子上。对啊，这个它是什么？花式吗？那边吗？对，它在长高的。他们在卖的，就是那个纸放在那边就可以长高。那倒也对，可能有，那是水弄。哎，还好知道是什么。阿姨是这位阿婆的太太，对他们没有信任。就安可一下他那个任务。啊，安可是海龙队的英雄，你晓不晓得？不晓得。突击中国大陆去看电影的，去割耳朵。开个灯比较。啊，对啊。开个灯比较。我都没拍啊。哦，他拽就好了呢。我也是，他没长大。因为啊，我今天都在让他们享受最好，哦，最好喝最好吃。这是橘子的种子，种子大了，朋友，还刚长的吗？对，还刚长的，进去了。橘子啊，那个种子有没有？有，小小那个东西，还没长大，还没长大，在发芽，在那种。啊，自己的，就是毛黑屋啊，哎。他都还没有做内隔间的时候，我就叫他你要改。后来他是帮我敲掉一些，把这一所以我有意的话，本来这里是直播室啊。他这围墙到顶啊，好，那就是海奇啊。也好，很好，有那个森林在下面。本来我告诉你，本来没有这几栋。有森林。他这几栋才盖起来的。对啊。哦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谢，因为我有蓝的。谢谢。十胜，高血压，高血压。还有那个。酸。那个猪脚要上下。猪脚要上下 ，camera 啊，对啊。这跟一般的猪脚猪吧，不一样。酸酸的，橘子的味道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our video. JS Adventure is a snippet of our daily lives and travel. 谢谢收看我们的频道。JS Adventure 记录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旅游记事。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if you haven't. You guys next time. 下集见。Bye bye.